还阁走出来？阿妈伫病房找无你，足着急的呢。我即马带你来转啊吼。等下。王雅婷，你个真了放心伫遮做义工哦，一定唔惊讲哦，甲别人照顾好势了后，家己囡仔有啥物死较惨。啊，唔囡仔唔是才几多岁，那是万一吼死去，一定唔惊讲囡仔去阴曹地府。我叹你这妈妈无该照顾好势。哎，你做歹代志已经有够济哦，卖阁做考验。你有迄个面讲我，我做遮个代志。敢讲你无关系啊？你掠孙讲三更半暝走来病院，假好心发圣光，做一个假歹义工，这个代志就准拄煞上。你要安怎想随在你啦？阿公啊，阿妈已经等足久的啊，我带你来等。等下。我可是无你迄个功夫，伫遐假仁假义啦。啊，不过哦，我要考劝你，今日后卡煞等去休困。因为明仔载是两人的好日子，诸事不宜，替天行道，大吉。我跟你讲，我就要趁明仔载这个好日子，我杜承恩致命的一击。我要让伊妈阿伯拢唔敢过生，因为伊妈阿伯过生日的时阵，这当无闲，替家己后生做去。我看哦。你爱看的无应该是农民的，应该是气象报告，较免做遐个歹代志吼，去学雷公卡。你唔只学雷公卡，明仔我要替杜承恩妈哦准备一个真特别生日礼物，我要回一个哦很大的惊喜。可是讲你若是烦恼伊老大人心中袂堪的，那你就替我去甲杜承恩讲，叫伊后天我心情好，赶紧出来。就阮两个人恩怨深深的，啊，若无，等到我出手的时阵，伊只会当活伫咧人间第十九层地界。拜托的，你较冷静好无？即马规间病院拢是警察的，你若是较着嘲讽，警察注意到你，死狗，你要走都走袂去。我听到伊讲要伤害阮妈，我就忍袂住。你不是跟阮大姐讲，你无想要伫恁妈面头前狂哭出口，无你即摆是安怎？是讲，你这时阵来伫病院做义工啊？我这算是幸福啦，幸福啦。啊，都，逐年的这工哦。只要超过十二点，你拢会随甲恁妈讲一声生日快乐。我相信今年你一定卖安尼，所以我们才会伫遮等你。雅婷，多谢你。那安尼，你敢袂当？今年可能无法度安尼做啊。这规间病院拢是警察，你要入去恁妈的病房，可能有困难。那安尼，敢袂当麻烦你甲这条阮妈？这是我要送予伊的生日礼物。你妈要来也毋是礼物啦，是你呢。我是感觉这礼物，你亲手交予恁妈，伊会较欢喜。至少恁俩见一面较好啊。阿叔，你敢袂当甲我斗相共？家己阮妈病房附近的警察，伊有开。若是会当安尼做，我绝对袂有第一句话啊！啊，不过我听讲，迄警方吼有特别交代哦，爱这间病院所有的警察拢袂用随便离开。啊，不过吼，恁爸爸妈妈明仔载要来阮家吃团圆饭啊，所以我想讲，你不管安怎，拢来阮家一桌。你若陪恁妈吃这顿饭，我想应该足欢喜。我即马连想要见阮妈一面拢真困难啊！我是安怎陪伊做伙食饭的？阿
袂啦，有阮兜，逐工出出入入的人这么多，你只要袂用个。警察已经了解咱两个人的关系，所以一定会注意领导的动静的。我若是给领导，到时阵把位就真正扫袂起啊，安尼想过无遐啦。阿弟，哪里麻烦你？阿妈讲是实的，我以后若是有机会，这个陪葬过世的。走啊，做你走啊！为着我搁第二个人选，会当变杜承恩出来，伊若不信，回头看卖啊。你想要对雅婷安怎？敢有需要我讲？家己看就知啊。呀，阿伯桑，你要好想看卖呢。你要大声话，阿唔讲我录去的动作，一定够较紧。你应该是无想要看到伊母仔囝发生什么悲剧啦哈？你若是敢后边来哦，我就要喊警察咯。哇，你就这里话。我发告示哦，会有甚物代志来发生？啊，你要发，就要发较大声的。啊，你到时阵哦，唱宝宝的时阵，阮女可能才会惊到，囡仔唔才会吓到，你唔才会对心肝啊。我带你去，你莫去抵挡到雅婷甲囡仔。来，安尼紧就车。你先让伊离开才阁讲。你俩总讲你即摆阁有迄个材料，甲我发把拉见是无？上车，啊若无你，就等你看好戏啊。走！你是要带我去倒啦？当然是要带你庆祝生日啦！但我订一间哦，隔音设备真好的豪华套房。但你嘛知影讲，陈恩哦，伊上爱面子啊啦。小等哦，伊若是跪落来，那哭那拜托我帮伊骂煞，伊一定哦感觉真无面子啦。你讲，我这无用的身躯，是不是就大心的啊？陈恩才无遐憨嘞，会予你威胁。啊，我既然敢跟你来，我就是唔惊讲你正经要提我的命。除非你唔惊去让家己掠去关。你唔惊不要紧，杜陈恩会惊就好啊。喂。马上帮我骂走，啊，无你一定后悔。给我慢慢回。杜承恩，小弟我伫五二零套房等你，你若是唔来，这就是恁妈最后一个过生日了。咱是动作，杜承恩就紧张的，可见伊伫咱的背后，伊唔只会淡化着咱的动作。我将我马上来处理。你要走去倒位？你给我等！我今日一定让你看到恁后生上凄惨的一面，让你过一个上特别的生日。行，你要给我走去倒？行，我过来。你想讲我遐愚公？我无船就带你走，我早就要找你啊啦！我是，你在这，你搞完到底是多乖？
志无兴趣，只要你卖当路就好。妈，快来快来！啊，陈恩来，陈恩为着要甲迄个陆凯英陪，应该早就远的啦，紧行紧行紧。我的 partner 是叶少峰，我若无跟你搭话，假时敢那讲袂过。啊！又是我，什么计面相？偷妈妈三个！我叫你莫靠近存在啊！你唔听啊？放下！来啦！就掏钱开发会，我嘛！我的需要帮我出面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，阴暗八点，一家团圆 ，PP 石墨烯智能超导杯。